谢你们，请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感谢这群棒球选手们。体育署长期推动棒球运动，棒球是我们的国球，也是国内基层棒球耕耘有成。体育参加技能竞赛的同学，都经过长时间的训练和奋斗，才能有夺如此耀眼的成绩。每天举止卖力，无时无刻坐在大会上守护台湾，为国家奉献，不畏牺牲，让我们用战胜乡民致敬。请现场的贵宾们再给这群台湾英雄们最热烈的掌声。现场的是内政部移民署的发车。移民署不仅是国家大门的守护者，也守护在台湾的新住民与外籍人士，提供各项照顾服务措施，营造友善生活环境。大船中间的蜂巢象征台湾，适合各国新住民在这里深耕筑巢，并在移民官领航下与国际接轨。花车后方是一群由台湾蝴蝶、新住民花仙子及新二代小迷宫们所组成，象征在这美丽宝岛上成长茁壮，并孕育下一代，未来将迎向更宽广的世界。为了推广2019台湾小镇漫游年及2020脊梁山脉旅游年，由观光代言人欧雄组长带领游客漫游全台各地特色小镇，深度体验在地传统文艺、风俗民情以及自然生态美景。花车融入各地小镇特色元素及文化符号，并加入可爱活泼的龙开展演手法，呈现小镇蛮有的乐趣与美丽。台湾四季如春，是美丽的宝岛，适合各种植物生长。为了鼓励农民创新研发并保护新品种，农委会透过品种权利保护制度，让创新农民拥 有智慧专利，并鼓励创新研发及境外优秀品种引入，鼓励花卉品种多样化生产，活络产业发展。原住民族文化是台湾的瑰宝，更是构成台湾多元文化最重要的核心。近几年，原住民族委员会在各部落社区所成立的文化健康站，让部落长者们获得良好的照顾。花车上的台湾水路百条部落长者的长寿健康，车上还有原住民族都征于元素百条原住民族。接下来进场的是他嘎 BMP 客家委员会的花车，客家的歌哦，什么一样讲，什么一样讲。哎，没错，没错，不但是什么爱讲，他搞总懂讲哦。不过，你全台湾好透透，一定要去他搞总。我要参加的是他搞总老标。好啊，大家也一定要去感受一下客家总的风景哦。什么一样讲，什么一样讲。
谢谢退伍会的花车。中华民国证券商业同业工会、期货业商业同业工会、证券投资信托及顾问商业同业工会三工会共同呈现的花车主题是繁荣资本市场，共享新经济起航。双双配有三工会的可爱花花，更感谢。上车的红箭头代表资本市场活络，证券加权指数屡创新高，未来更期股市更上一层楼。1688，1688。台北市政府的花车主题是你所未见的台北，由熊赞八号搭乘捷运，穿梭在浪漫的经典小镇与最时尚的都会之间，带领乘客畅游台北。由2019捷运杯捷舞大赛冠军与熊赞凯旋的跳舞，展现台北的热情与创意，欢迎所有人到台北尽情展现自我，事先通享。谢谢台北市的花车。台南是台湾宗教文化的中心，拥有全台湾历史最悠久的寺庙文化。今年花车结合中心区六合境，搭乘古都池共同参与。在最前面的是电动 Q 虎爷，以科技虎虎下山，咬来钱宝，象征台南科技城经济活络，财源广进，科技产业蒸蒸日上，虎虎生风。接下来由圣卢西亚带来的表演，好佛那边诉说完约在大西洋的另外一边，江南的海水将他们带向未知的新世界。绿色绿宝石注入了新生命，让这里成为美洲印第安人的避雨之地。同时展现了我们歌颂圣卢西亚人的勇气与决心，庆祝本都而来的自由与独立。由圣卢西亚 Tribe of Bell 带来的阿佛同欢庆中华民国108年双十国庆。
天星，长起神根，简地宜人为。今年以五居大跃进，新生活里程碑作为花车主题，以太空装扮的电信宝盒造型，致敬50年前的登月壮举，开创了人类的全新事业。如同近在咫尺的5G 时代，将彻底翻转你我的生活想象。中华电信秉持永远走在最前面的品牌精神，实现华航60周年。可爱的闪会顶级高级登场，长途还有时间四零地标，但传承穿红不是的娃娃，传奇心中世界的理念。还有事业大方的华航空服人员，搭配大业大贤校正成员，一起歌乐，传达为中华民国生日与华航60周年的礼赞祝福。还有百年经典海啤等，结合怀旧的红白酒、烟酒招牌，是不是也勾起大家的儿时回忆呢？今年以欢庆经典海啤100岁为基期，呈现台酒杂货店以及热销产品，有全球获奖无数的欧巴威士忌、玉山高粱酒。台湾红酒之春将持续传承这一期，创造更多的经典美味。谢谢台湾烟酒的花车，一零二，像我们常常到广告，大高姐真的很方便哦。真的，你说的没错，真的是便捷又快速。现在登场的是高姐的花车。主题正是搭高铁游台湾，车头是高铁的700T型列车，前方还延伸出轨道，代表高铁与中华民国一起向前迈进。花车中央是高铁轨道，所环绕的是高铁假期的特色旅程，包括台湾各地的游乐园、节庆烟火活动以及著名的景点，透过高铁列车串联台湾各地的民景及风情。台湾中游近年努力推动绿色能源建设，并启动智慧绿能加油站，布局未来绿能企业，也为下一个时代的环境尽最大的努力。以鲸鱼为设计主题，并承载着液化天然气储气口及智慧绿能加油站，象征为永续家园新一份。这是首次参与国庆花车活动的台船公司哦。哇，台湾造大船！这个花车以国造潜舰为主题。350吨大吊车，并搭配花材，呈现海洋形象。未来台湾第一艘潜舰将在2025年下水成军，传承造船，守护海洋。哇，这个是实现国防政府保卫海疆的目标。角落的战机代表今年9月再出场的雄鹰高级教练机，展现国防工程实力及制造能量。花车上还有甲车、战舰、飞弹，展现为我国防的决心，未来将落实国防自主目标。金门球场连续4年再投进列车大赛，
中国豪生区，历年58度，天房岗良久，再度偶然，一度碧霞白酒，天房岗两真的是我喝过最好喝的酒。台湾首庙天坛是第一座祥和鼎盛的天公庙，主题是龙盛时势，台湾鸟声。花车上的地球，祥龙围绕天公母与祈福信众，象征令福。每年的大甲妈祖绕境是台湾年度的宗教盛事，且经常跃上国际媒体。大甲镇南宫自古以来就是台湾妈祖信仰重镇，花车上摆设八角对调，以及从庙里请出了妈祖与的北港朝天宫，主祀天上圣母，世界三大妈祖庙之一，被誉为妈祖信仰总本山。花车上是全台唯一真人一格，是我国珍贵的无形文化资产。紫南宫以慈祥的土地公、土地婆作为基础，搭配着发财金文化，也就是金鸡母、金鸡蛋、金币以及金元宝，保持着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的回馈心，祝福人民福德圆满。紫宝宫中最特别的福德金，还有财运金鸡，要祝福某人事业顺利，财运旺旺来。